簡單嘅嘢你都做唔到，你少少嘢都做唔到。你今日俾我噶啦，而家仲未搞掂。你同我由頭再做過。你究竟識唔識噶？唔識就問啦。我要聽朝9點喺我台頭見到。你真係廢啊！得啦，你聽唔識再翻工啦。我叫阿軒，本来我有一份相当稳定的工，虽然我觉得份工很压迫，成日被人闹，但我都一直很努力地去做，因为我觉得做好自己本分就得。直至我收到这封信，起初我以为这封信会令到我很不开心，但是不知道是否停低了的关系，我觉得我看过世界好像清楚了很多。生活本来就是应该不断接受改变和学习放低。我很感恩我还可以选择，我还可以活出属于自己的生命。